济部国际贸易局配合行政院经济动能推升方案，扩大邀请国外买主来台采购，办理创新亮点活动台湾产业聚落采购周。贸易局局长张俊福也特地到场说明这次的活动目的与精神。配合这个行政院的经济动能推升方案，我们是把十月份定为这个采购月，这个基本上也是把这个外国的买主邀到台湾来。那跟以前比较不一样的就是我们这一次把这些 buyer 带到中部南部去。那这里面当然250几位的这个国外的买主里面呢，也有很多大咖的买主，包括日本日商和森电器啊，它营业额4.5亿美元啊。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能够以更精致的一个做法啊，让我们这个拓销的这个措施能够产生更大的一个效果。为振兴出口，经济部贸易局执行贸易兼并拓销计划，目的为协助厂商找客户、觅商机、搜商情，加上台湾与双边贸易合作机会。2012年，受到欧债危机扩散及美国与中国大陆经济持续放缓的三重影响，国际经贸情势越加险峻。为振兴出口，经济部责成外贸协会执行贸易兼并拓销计划，主要目的就在协助国内厂商找客户、觅商机、搜商情，发展目标市场的人脉及商脉，构建未来台湾与当地双边贸易合作机会。外贸协会市长拓展处王希蒙处长表示，将厂商带进产业聚落，拉近与买主协商机会，活络经济发展。因为经济情况不是很好，我们台湾的厂商出去拓销，他在成本上、在经费上、在旅费方面也都比较紧张哈，所以我们就把在大家在家里，在你的中南部，在家里，在台北，那么我们就把买主把它拉进来，让大家能够有这个机会来接触买主的技术，好的这个产品呢，来推荐给我们的厂商。这个部分的目标大约是30家以上，在这边做一个简单报告。